伸直排起来，不要，提起来，提起来，提起来，好，好，好，弯，弯起来，弯，再弯，只能够到这里而已嘛，对，这样哈 ，OK。你现在觉得走起来怎么样？比较不会像刚刚这边那么紧嘛，哈，就比较走过来这边。你这样踩下去会痛吗？现在，没有力，没有力气。对，好，左边大腿没力气。对 ，OK， 好。你觉得比较有力气一点吗？有了哈。有。好 ，OK。就是、走路的时候不会像刚进的，就是酸到没力那一种感觉。OK， 好。左肩哦，不错哦，现在已经换一只了。很好。你现在这样走路会不会酸？不会。不会了哈。对。OK， 好。过去门那边，走过去门。还是稍微会有一点倾斜哦。来，再走过来，走过来。现在会痛吗？不会，没有感觉啊，只是都要走之后，膝盖这边会是会怪怪的。然后左边膝盖，对，是紧还是觉得会？就是有点软脚那种感觉。软脚嘛，哈，现在是膝盖嘛，哈。对对对。哦，不错，现在这样已经一百一了，至少110，有办法再弯吗？这样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伸直。伸直，伸直，尽量伸直。OK， 好，这样大概是15了，好，15，来弯，再弯，15到110，好。好，来，走过来这里，还是稍微往左边倾哈。OK， 好，再走过去，走过去。喂，你这样走会不会痛？不会。不会了哈。就没有什么感觉。没有什么感觉嘛，就往左边倾这样哦。对。还是稍微有一点摆，弧度没那么大。来，稍微好有一点。好像有好一点点。来，再过去，过去。还是稍微左边有一点偏。